说，我们谈一下。你是要搬走了吗？对，我先搬到公司去。我知道突然让你搬走也不太方便，我东西少，就先搬出去。我就知道你看了那本漫画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就走到了尽头，对吗？我们的关系没有什么到不到头的，我们之间压根就不应该开始，跟小念的漫画没有关系。师弟，如果我真的想不起来过去那些事情，或许我会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跟你在一起生活，但是在你心里就一点都不觉得别扭吗？别扭？建初，你跟我说别扭，自从你康复以来，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一直都是我，你的生活习惯，你的脾气性格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。建初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利用姐姐的感情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，建初，我真的爱你。我们在一起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，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你忘了我们在日记岛的订婚，还有你偷偷送我的工作室，还有你跟我求婚的时候，难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吗？我知道我跟你之间的感情比不上你跟姐姐的，但是你跟我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难道真的一点点开心都没有吗？我们之前的确发生过很多事情，但这些事情全部都建立在你对我的欺骗上，全部都建立在我们对小念的伤害上。我真的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，对不起。建初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不在意。我知道你对我们这段记忆很模糊，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。师弟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，但如果你真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个结果的话，那今天就算是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。可是你现在回去找石小念，你们也回不到以前了呀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去弥补他。他已经有公欧了。我不管他喜欢谁，反正在我心里，永远只有他一个人。好可爱、啊，还挺多的。你看，伯父伯母，你们尝尝。他呀，我忘了介绍了，就是炒米饭做的还勉强能吃，咱们就当是甜心肚子吧。什么呀？我别的菜做的也还可以，就是真不行，真不行，你别的菜做太难吃了。小欧，怎么这么说人家？一个炒饭能做好就不容易了，越简单做起来就越难。你要求太低了吧？真是，快吃！哎爸，医生怎么说呀？医生怎么说？你去问医生。你问我，你也不放心啊。说的也是。小念啊，要习惯这种场面，千万别觉得别扭啊。他们父子俩就这样，一个德行，一个脾气。幸亏你在，你要是不在呀，我呀，快被他们爷俩烦死了。怎么那么多话呀？干嘛呀？好不容易有个人陪我说说话，光对着你们爷俩啥话都说不出来，别坏我。
妈，你想说什么就说，千万别憋着啊。你不用从家里搬出去，家里你住的习惯也舒服，我今晚就回我爸妈家那儿住，过几天有时间去你那儿收拾东西。咱们之间的事儿先不要跟我爸妈说，他们需要一个时间接受，我会慢慢跟他们说的。就提早告诉我们，打个招呼，我们好做好准备。我们没有这个打算，没有。那，你这个，我，啊，伯母，你误会了，我这是最近吃多了点儿，肚子肥了一圈，所以就。小念呢？我知道，你跟小欧在一起，特别为难你，我特别理解你。他呀，就跟他爸爸年轻时候一模一样的，就是那增强 plus 版的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们对小欧的了解也越来越少。以前吧，是他们俩兄弟感情好，他有什么事情都会跟他哥哥说。我们从小玉那里就会了解到小欧的想法和他的一些心事。但是现在小玉不在了，所以。伯母，没关系，我觉得公屋这脑子挺简单的，一根筋，他做什么事儿都别别扭扭的。比如说我吧，他要做错什么事儿啊，从来不道歉，但是呢，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弥补回来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他心里很悲伤或者很紧张很纠结，他都不会表现出来，就表现得什么都不在乎，很无所谓的样子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需要默默地陪伴在他身边。所以我觉得他还没有那么难懂。小念，你能讲出刚刚那番话，伯母真的很开心。